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第三种，就是第三种无善，就是修正无善。修正无善，修正就是修行所证得的这个证得的这个结果，它是最究竟圆满的。修正无善，其相迎合颂曰：这个修正无善啊，修正无善是怎么回事？那么下面有一个偈颂，在这个偈颂里边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主要是要讲到十种修正，一共有讲到十种修正。通过这个十种修正啊，这个菩萨的十种修行的这个结果，来说明这个大乘修行，它是究竟圆满的，究竟圆满的。那这个十种修正，我们看这个后边的禅含的内容。论曰：如是修正总有十种。这个修正就是菩萨的这个关于菩萨道的修正啊，他的这个殊胜和特点啊，共有十种。一，种性修正。第一种就是种性修正。种性修正言无切故，言无切故。什么叫种性修正？在菩萨道的修行里边，就是尤其大乘的这个唯识，一家唯识思想，就是他这个讲究种性，就是作为声闻层的修行，走解脱道的声闻层的修行，要有声闻种性。如果我们走的是菩萨道的道路，要有菩萨种性。那成就的这样的一种，具备这样的一种种性，这是我们走向菩萨道和走向解脱道的基础。如果你没有菩萨种性，你就发不起菩提心。如果你没有声闻种性，你就发不起处理心。如果你具备了声闻种性，那么你在声闻层的修行上是言无切故，就是这个音啊，这个言其实也就是这个音，这个声闻的这个修解脱的这个言啊，你没有缺少，所以你才能够开始你的解脱道的修行，或者能够开始你的菩萨道的修行。所以这个种性修正，这个是很重要，你要具备这样的一种种性。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上的人，芸芸众生这么多人，真的能够发起出离心的，或者发起菩提心的，也不多。为什么很多人都发不起呢？当然有的可能是因缘没成熟，有的就是缺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性，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缺少善根，这种善根，所以他发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言有缺。二，信解修正不半毁大乘故。第二种是信解的修正。这个信解修正呢，就是对大乘的教法能够升起信解，对大乘的教法能够升起信解，这个很重要。因为
这个如果我们对大乘教法不能升起信心，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就不会修学大乘，那你就更不会去走这个菩萨道的这一条路线。所以就是首先你要能够这个，就是一方面你要有因缘来接受大乘的教法，对大乘的教法呢不存偏见。有的人他学了这个声闻的教法，他也不了解大乘，他对大乘教法呢他就会有偏见，他认为什么大乘不是佛说了啊，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对大乘进行毁谤攻击，不信大乘。那么这些呢都会障碍到他修学大乘，所以大乘教法的这种殊胜啊，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了解。你看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十不罗蜜的修行，以及大乘所提供的这种中观正见、唯识正见、如来藏正见，确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甚深。那么对这样的一种甚深的教法呢，我们可能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心量，因为比起声闻乘讲苦空无常无我，那大乘讲空讲唯识讲这个如来藏，那在这个见地上啊，确实是它是更为甚深，而且比如说像空的义理，讲唯识的义理，在声闻乘的教法里边也都有讲到，但讲的很简单。像如来藏的思想，讲这些这个佛性的思想，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上一次我在这个参加了一个这个人民大学这个开展了一个有关于佛性思想的这个研讨会，当然他们第一场就有请我发言，那我就讲呢，就是说这个我讲了一个什么题目呢，我讲了一个就是这个佛性思想在佛教各宗派中的表现，在大乘各宗派中的表现。那这个思想呢，其实很多人听起来呀，这个首先从这个题目上来说，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比较陌生，因为一般来说讲这个如来藏啊，讲佛性啊，就是如来藏的佛性的这个系统的经典，他们不会觉得像声闻乘的经典也有佛性的思想吗？这个那我就会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比如说这个佛法的这个思想啊，就是这个像这个阿含的思想，像阿含的思想里边呢，就是我们会看到阿含的经典里边有出现很多这种明啊觉啊，因为所有的修行最终都要开发明开发觉，其实这个明和觉它就是佛性的思想在阿含经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阿含经的修行以三十七道品为核心，而三十七道品的里边呢，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个就是七觉知，所以三十七道品的修行事实上是要觉知的成就，这是非常重要的。这觉知是什么东西？觉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它也是佛性思想的表现。包括我们知道中观的思想讲到般若啊，这个像《坛经》里面讲到般若自性，世人本自有之，只言心迷，不能自悟。其实中观般若思想讲空讲有，最终他要开发的是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要说明这些如来佛性的思想也好，空的思想也好，其实呢，《阿含经》里边也都会有说到，只不过是说他讲的比较简单，
大乘经论啊，对这些思想会进一步的深化。所以就是在见地上，其实大乘思想跟阿含思想，其实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相通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大乘的修行你要有足够的心量，你声闻乘的修行你就要度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行了。大乘的修行你要利一切众生，如果我们不承认大乘的思想，那佛陀怎么成佛啊？佛陀他就是通过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最终才能成佛的。那既然有一个佛陀出世，那宇宙中一定会有无量无边的佛陀出世，不可能只有一个佛陀出世。所以呢，这些道理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需要通过对大乘的学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认识到大乘的这种殊胜。这种殊胜啊，确实是声闻乘的这个教法，它是没有办法比的。当然，声闻乘的教法也有好处。那可能他的修行路少会更，他的学习会更容易一点，路少会更简单一点，也有他的好处。那我们了解的大乘的殊胜，这样呢，我们才能做到不谤毁大乘故，对大乘了解的、建立信心的、理解的、建立信心的，就不谤毁、那么有了信心，有了理解。这是我们实践大乘菩萨道的一个重要的开始。三，发心修正，非下列乘所扰动故。发心修正，这个发心就是要发起菩提心。我们虽然学大乘，我们很多人都在学大乘，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大乘行人呢，其实不是。要这个大乘行人就是要发菩提心，它的标志就是要真正的发起菩提心。首先是愿菩提心，就是确实要发愿，我要利一切众生，我要成就无上菩提，我要追求无上菩提，作为我的近未来际的目标，要确立这样的一种目标，你才能成为大乘行人，你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大乘的修行。所以这个发心的修正很重要。你到底这个发心升起了没有？你确立了没有？确立了，那你才能证得这种这个发心，完成这种发心的修正。那这种发心呢，有了这个发心之后啊，那非下列乘所搅动故，人天乘的发心啊，声闻乘的发心啊，它就干扰不了你的，因为你已经确立了这种大乘的发心。如果没有确立大乘的发心，那你很容易啊，就会进入到声闻乘的发心、人天乘的发心。四，正行修正，波罗蜜多得圆满故。第四种是正行修正，这个正行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正行无上，就是波罗蜜多的修行。那这个波罗蜜多的修行呢，就是我们学习的大乘教法。我们现在一般的学习，尤其我们佛学院的学习啊，很容易呢，这个多数人的学习很容易把它当作是一个理论在学习，当作是一个道理在学习，学了之后懂了一大堆道理。那这个道理呢，往往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没关系的。那正行修正呢，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波罗蜜多的这样的一种大乘的殊胜的教法，通过闻思修，然后真正的落实到我们的身心，在我们的内心里真正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十度的心行，并且是保质保量，乃至让这种十度的修行在我们的这种心行啊，从建立到增长到相续到最终的
圆满，到最终的圆满。那这个过程中都是在完成一种正行的修正。这个正行的修正啊，它绝不是说就是说一说的。五入离身修正起正道故，第五种叫入离身修正，就是正性离身，正性离身的修正，就是通过这个菩萨通过要通过资粮位加行位，然后再进入见道位，就是正入到这个正性离身，就是正的法性，然后能够超越具备的超越生死轮回的能力。那这个呢，就是起圣道故，就是你在我们的心相系中啊，这种圣道的智慧啊，就是无漏的智慧啊，升起的啊，体证到空性的啊，圆成实。六成熟有情修正，第六种是成熟有情修正，坚固善根常实即故，成熟有情修正。就是菩萨的修行不仅仅 要自利，更主要还要利他，这个利他是菩萨修行的重要的内容。那成熟有情呢，修正它是贯穿着菩萨的整个修行，整个菩萨道的修行，乃至成佛的修行，乃至近未来际的修行。成佛了之后，成佛不是目标，唯利有情愿成佛，成佛也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就是所以这个成熟有情的事业啊，它是近未来际的事业。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从发菩提心开始，发菩提心就是建立这种利他的愿望，利益众生的愿望。然后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过程中，让这样的一种，一方面让这种力量越来越强大，另外让自己的这种慈悲心越来越强大，同时也让自己的这种利，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能力也越来越强大。通过不断的积累，所以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就是像六度利他的种种行为，这种心行就是不断的成长，然后慈悲心不断的成长，智慧也不断的成长，然后 最终一直要这个要成就圆满。七净土修正心调柔固，净土修正就是这个菩萨要利益更多众生啊，还要成就净土，要发愿，要成就净土。成就净土呢，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你看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发愿最终成就的净土，你看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也是他在因地上发愿最终成就的净土。你看我们看在西方的这些哲学作品里边也有很多什么什么这个乌托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很多这些哲学家们，他们看到这个社会呀，这个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应该要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是怎么样才能建立理想的世界呢？这要有大智慧。所以对西方哲学家来说，理想的世界远远是一个理想，是一个梦想，它是一个空洞的。所以说因为理想的世界它是来自于对生命的认识和生命的改造，就是心净则国土净，世界是人造出来，人有问题，因为人有问题，人没有被改造，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理想呢？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理想的世界的改造，首先先要改造人，而改造人先要认识人，对这个生命，对心性要认识，要改造。所以佛法讲净土的修正啊，因为佛法就是心性之学，所以佛法讲的净土啊，它是可能的，它是可以成就的。所以在十方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净土，然后这些净土它的根源就是来自于心调柔固，首先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这些无明烦恼的心，凡夫心，然后呢建立这种清净的心，清净无染的心，由清净的心自然能够成就这个净土。八德不退地，少计修正，以不住生死涅槃，非此二种所退转故。第八种就是德不退地修正，这个指的就是八地了，八地就是不退，做到能够做到不退，就正的不动地，不动地就是可以长时间的，就是不需要下任何功夫，他就可以长时间的安住在这种无漏的智慧中、法界中，同时呢，这个也能够做到不住生死涅槃，不会因为生死而恐惧，也不会因为贪着涅槃，所以他证的菩萨在八地，他证的这种成就这个无住涅槃，非此二种所退转故。九佛地修正无二障故，第十种是佛地修正，就是成佛的修正。成佛的修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无二障故，彻底的解除烦恼障、所知障。所知障是认识障的障碍，烦恼障就是烦恼造成的障碍。所以在实地的修行的过程中，最主要要做的就是清除两种障碍，一种是认知的障碍、所知障，一种是烦恼心理障碍，就是烦恼障。十示现菩提修正无修习故，第十就是示现菩提，佛陀成佛了之后还要尽未来际的三类分身，为示现千百亿化身报身，去尽未来际的度化众生，这个是叫示现菩提修正。那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十种，通过这个十种修正，通过十种修正来体现大乘的这个修正，它的修正啊，它是究竟圆满的，是究竟圆满的。后面有个总结，无善尘总义者，对无善尘做一个总结，略说三种无善尘义，为正行无善故，正行持无善过，正行果无善故。这个三种无善啊，主要是包含着就是这个正行无善，正行的这个境界无善，以及正行的这个结果无善。那这一品就是关于这个无善成品的这个所要说明的内容啊，就是无善成呢，要介绍这个无善成的内容啊，大体上是介绍完了，就是通过这个三种无善来体现这个大乘佛法的究竟圆满。那么最后呢，就是有一个总结，接送，这个接送应该说它是不属于任何一品的，它是对这个整个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一个。我们看这个论文，何故此论名辩中编？为什么这一部论叫辩中编啊？我们这一部论叫辩中编论。为什么这一部论叫辩中编论？宋曰：此论辩中编，深密兼实义，广大一切义，除诸不及强。这个论为什么叫辩中编？这里要给记诵，这个提出就是告诉我们它为什么叫做辩中编论。那我看这个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记诵里边呢，大体是包含着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首先是解释辩中编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明呢这一部论啊，它的几个特点。有几个特点，那么这个意思，我们看后边的这个论文，世亲菩萨解释的论文对这个意思做了进一步的开显。那首先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叫辩中编，此论为什么叫辩中编？论曰。此论能辨中边行故名辨中边，即是闲了处中二边能言行义。又此能辨中边近故名辨中边，即是闲了处中二边所言近义。或此正辨离出后边中道法故名辨中边。就是讲到这个辩中编呢，也是从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因为我们讲到这个辩中编啊，这个中道其实这个辩中编论，事实上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讨论这个中道和边界。这个从这个就是说。这个中道呢，它包含着认识的层面和这个修行的层面的中道，比如八正道，它就是属于一个这个，它既有认识，也有修行，有认识的层面，有这个实践的层面。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它就是指的是一条正道，就是菩提道的一条正道。从认识的层面呢，它就是一种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的建立，这个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认识，然后再建立正确的这个修行的道路，要建立一条正确的修行的道路，不要走到这个偏道边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讲辩中边啊，它无非也是从这个行和解两个方面，从认识和这个实践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中道，这个来讨论这个辩中边啊。论曰：此论能辨中边行故名辩中边，即是闲了处中二边能言行义。首先说这个论能够这个因为它能够辨别中边行，中道的行，什么是中道的行，正道的什么是正道，什么是这个正道，就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这个错误的道路，或者是这个就是边就是属于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错误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错误的道路，就是辩证明论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道路。
什么不是正确的道路。那事实上我们需要摆脱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才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讲到这个十五种这个边界，事实上都是在帮助我们如何在从纠正这个认识的问题，以及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路是不对的。此论能辨中边，行故名辨中边，今能显了处中二边能言行矣。因为他能够显了什么是处中，什么是正道，处中就是正道，什么是二边的行，什么是中道的行。那事实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帮助我们就是能够走上正道。又此能辨中边尽故名辨中边，即是显了处中二边所缘尽矣。同时呢，辨中边呢，它也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中道和边界的境界。中道和边界的境界，什么是中道境，什么是边界，什么是中道的认识，什么是边界的认识。即是显了处中二边所缘尽矣。什么是处中？处中就是中道的认识，二边就是边界的认识。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十五种这个边啊，事实上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去摆脱边界的认识，然后建立中道的认识，中道正见，通达空性。或此正辨离出后边中道法故，或者说呢，就是要帮助我们通过对这个边界的认识啊，最终是要摆脱边界，然后呢，走在这个中道中，能够安住在中道中，所以明辨中边，名叫辨中边。所以辨中边是帮助我们建立中道的见，中道的行。此论所辨是生密意，非诸行思所行处故。接下来就是我们看那个寄颂里边有生密坚实意，广大一切意，除诸不吉祥。这里面包括这个五个方面来说明这个辨中边论的殊胜。此论所辨是生密意，这个论所要辨的是生密意。生密，什么是生密啊？这个它是甚深的意义。这个甚深的意义呢，事实上这个论最终要开显的就是要成就圆成实，要通达圆成实，要正确的认识一他起，要通达圆成实。那对于圆成实的通达，这不是我们凡夫非诸行思所行处故，就是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行思，就是思维啊，思维是没有办法抵达的，所以你要超越二元对立，超越二元对立，用我们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抵达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抵达空性，这个所以说非诸行思所行处故。当然在这个抵达空性的过程中，理性也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见，但是真正要通达空性，就是非诸行思所行处，它是超越，要超越理性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它所变的是甚深密意，是非常甚深，秘密甚深。我们凡夫一分别一思考，就进入到遍计所知了，就是就跟这个圆成实啊，跟这个法界就不相应了。是坚实意，
我们上面讲叫生命坚实义，就第二点是坚实义，坚实。能摧他变，非彼弗故。这个辩证辩论里边所隐含的一种智慧呀、它能够摧服一些外道的邪知邪见，非他所护。所以我们对这个学习辩证辩论，对这个三性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种中道的智慧，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充满着信心，对这样的一种正见，就是我们会对这种唯识所提供的中道的正见，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殊胜，这样的一种正见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我们 会对它这个升起强烈的强大的信心。那这样的一种正见，它是可以摧服一些外道的邪见，同时不为他所服。是广大义，广大义就是辩证辩论里面隐含着广大义，广大义能辨利乐，自他是故。就是辩证辩论里边隐含着这样的一种菩萨道的修行啊，他能够利益自他，能够利益自己。首先我们通过辩证辩论的学习，我们可以解除迷惑烦恼，可以走向觉醒。那同时呢，他也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他是广大，就是广大的智慧。是一切义，就是第四个特点，是一切义。普能觉了三乘法故，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就是这种三性的智慧啊，它一方面呢，它可以用它来解释三乘教法，可以用它来解释三乘教法，中观啊，这个你看《解深密经》，像这个讲到这个三乘的判教，就是唯识的这个三性的思想，它可以去这个就是解释三乘教法。那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能够融摄三乘教法，融摄三乘教法。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辩证辩论，它就有这个特点，它把三乘教法都融摄在这个大乘的修行中，同时呢又体现了大乘的不共和殊胜，又能除灭诸不吉祥，远断烦恼所知障故。最后第五点，它还能除灭不吉祥。那不吉祥的根源是什么？不吉祥的根源就是我们生命内在的烦恼和所知障。那通过这个辩证辩论所开导的菩萨道的修行，我们可以究竟的解决烦恼障、所知障，所以能远断烦恼所知障故。那我们看这个偈颂里边，他告诉了我们，这个辩证辩论为什么叫辩证辩论，同时也告诉我们呢，这个论的它的殊胜、它的特点、它的殊胜，隐含着五个方面，一个是生密义、坚实义、广大义、一切义，最后还有吉祥义，可以除灭一切不吉祥。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学习这一部论啊，确实非常殊胜。那对于这个辩证辩论的解读啊，它的这个殊胜的认识啊，我们需要立足于对整个论的学习。
我们整个论学习下来，我们确实真的会觉得 这一部论确实非常殊胜。如果没有学习这一部论，我们仅仅是根据这几个说法，事实上你还不足以了解这一部论啊。为什么说这一部论是如此殊胜？那么后边有一个偈颂，这个偈颂是最后这个偈颂是世亲菩萨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部论典的禅行是弥勒，这个所有的偈颂基本上是弥勒菩萨做的，禅行是世亲菩萨解释的。那现在最后一个偈颂呢，是世亲菩萨造完这个对这个弥勒菩萨的偈颂解释完之后，最后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偈颂。我便此论诸功德贤持朴实情深类，令佛甚深真普慧，即正广大三菩提。就是这个世亲菩萨说，我变这个论，我造了这个论啊，最后我们造完论之后要回向，把这个功德回向，这个造论的功德回向到哪里去？贤持朴实情深类，把所有的一切功德都回向给众生，回向给他们干什么呢？令佛甚深真普慧，即证广大三菩提。这个两句话里面隐含着，一个是现前的利益，一个是究竟的利益。首先是要能够获得这个甚深，在未来的生命中都能够获得享满人生，这个增长福慧，获得享满人生增长福慧。那同时呢，更重要的利益是什么？希望众生都能够通过佛法的学习，能够走上菩提道，最终能够 证得无上佛果。三菩提就是无上佛果，就是这个是世亲菩萨他造完这个论，他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向。那我想这个内容已经讲完了哈。我觉得呢，这个对于这些各个宗派的这些论点的学习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看祖师大德们，他们呢通过对佛陀的教法的研究，然后造了许多论点，这些论点啊，有这个中观系统的，有唯识系统的。那不同的系统呢，就是这些不同的论点，它都形成这个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体系。那同时呢，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佛法的一个修正的体系。这里面比如说有中观的这个思想体系、修正体系，有这个唯识的思想体系、修正体系。那包括佛教传到中国了之后，我们中国呢也形成了很多宗派，比如中观、唯识，这三论宗啊、唯识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那么这些祖师们啊，他们也是根据这个大乘的经论形成了不同的宗派。其实每一个宗派呢，也是代表着不同的，根据不同的这个经典，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体系、修正体系。那么这些思想体系和修正体系啊，它都在哪里啊？都是藏在这些论点里边，都是藏在这些经论里边。所以过去的人修学佛法，就是通常就是在一个好的老师的带领下，穷极一生的在学习几部论点，或者是一个宗派，
有的甚至是研究一部论点，就是那么对这一部论点呢，就是不断的学习啊、研究啊、思考啊、参究啊、修正啊，然后通过几十年的学习修行之后，然后再把自己修正的这些经验，然后又形成了一些相应的著作，然后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佛法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也是要老老实实的去读透一些这些经论，一些原点。那尤其作为我们研究生的教育，研究生的修学的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要深入。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最主要就是要深入一些原点。所以我们要通过对这一部论点，这个我们有不同的这些学习不同的宗派，那每个人呢可能我们要选择不同的一些论点，要钻研，要深入修学，就是要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七遍八遍九遍十遍二十遍五十遍来学，直到把它学懂学通。然后现在在我们这个菩提书院里面就有一套学习修行的学习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学习，怎么来通过学习来达到对这个法义的理解，然后通过理解了之后呢，通过理解来完成我们的一个观念的建立，认识的建立，然后再通过观念的建立来如何来完成心态的改变，然后再通过如何通过心态的改变来完成这个生命品质的形成。在这个书院里边，我给他们提出来了八个步骤，从学习知识到变成你的观念，变成你的心态，到变成你的生命品质，一共有八个步骤。那这个过程中反复的闻思，到日常生活中如何跟大家形成一个沟通交流的习惯，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既要能够深入到法义的修学，同时呢更重要的还要落实到心行，就是在这样，如果是这样学啊，我们在学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会法喜充满，因为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的困惑会在一天一天的减少，我们生命的内在的智慧啊，就会一天一天的在增长，会很欢喜。那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性的学习，同时我们要养成一种跟大家交流的习惯，沟通的习惯。在沟通的过程中，事实上呢，就是这个它会引发你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你也会看到你自己认识上的盲区，同时呢，你还会去整理自己的思路。那么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啊，同时也是能够培养我们的一种跟别人交流和表达的能力。否则我们现在很多人出家人，我们的心很封闭，没有这种弘法的习惯，我们即使自己懂了一些道理，我们也没有习惯去跟别人讲，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讲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培养一种平时 跟别人去沟通分享，有这种分享本身也是一种利他的心。我已经从佛法里边尝到甜头了，我希望把这份欢喜去跟别人分享，培养你的这种分享心。但是让你在分享的过程中，事实上就是一种重复正确，你在分享的过程中，同时又会激化你的很多问题的思考，有很多东西也可能你在说的说的，本来你还不理解的，说了说了就清楚了。所以跟别人分享的过程中，也是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种方式。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这样的一些论点，就是不是说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听一听啊，只能是似懂非懂，
这个消防护学的。现在呢，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有音像资料，你说像《路菩萨行论》啊，《道次第》啊，《唯识三十论》啊，《金刚经》啊，《坛经》啊，这个像这个《辩证辩论》啊，整个这个音像资料都非常的齐全。这个道宣律师啊，过去这个他学这个四分律，跟着他的老师，听了二十遍，听了二十遍四分律。你看道宣律师他的资质多高啊，他竟然听了二十遍。这个我们古人也讲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那个还很多时候还是读世间的书的。那佛法的书，它的义理啊，内涵很深。所以我们现在人学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很浮躁，我们的整个学习呢也是很浮躁，东一下西一下，不深入，不深入，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我们学的书到底讲些什么，讲的这个道理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到底怎么用，我们缺乏去做这样的一些进一步的深入的钻研。所以我们学的道理啊，就是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就是它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太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希望我们的这些研究生们也能够这个，就是这个要深入经藏，要在这个法义上要钻研，要下功夫。真的就是真正读进去的，我觉得真是法喜充满，因为佛法这些祖师大德们啊，他们真是这个智慧广大无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研究、思考，这个过程中呢，确实会让我们内心的这些疑惑啊，越来越少。我们的心灵的天空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然后当我们对很多问题越来越清楚之后，我们觉得能够去跟别人分享啊，去弘法，我们也会变得非常有信心，非常有动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世间众生的这种无明啊、烦恼啊，看到他们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确实能看得很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确实当然一方面自己要在佛法中受益的，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佛法对于生命的价值，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我们会看到它是佛法对这个世界对于众生确实具有无以伦比的价值，我们会对我们的身份会更加肯定，会对我们做的事情会更有信心，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动力，有了这个信心，你就会有强大的动力，那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有力量。所以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原点，在这个法义上的深入的修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要精进，要下功夫，当然也要有方式方法，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发心都是很重要的。好像要吃，大家喝茶。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